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大家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6年5月11日，旧历的4月16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大直国小甲中南路互相连接的道路，光看图只有4公尺宽。大直派出所是甲青乌鸦拆掉，建造通学步道，改善学童上下课的道路环境。国民党第20届党代表选举将伫咧5月20日举行，中华关东部嘛来举办党代表的政见说明会，发表政见，争取党员同志的支持。庆祝母亲节，保险中保险国中特别举办有爱讲出来活动，让学生用文字代替言语表达对妈妈的爱和感谢。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维护学童上下课的道路安全。来看到大直国小按这个校门口出入到中南路的入口，巷口真矮，共只有4米的跨度，汽机车跟学童互相相撞道路真危险。因此，在彰化环境局就把巷道边大直派出所的青乌鸦给拆掉，和原本只有4公尺宽的巷道拓宽到6公尺。这条就是彰化市中南路二段164巷，也就是进出大直国小的主要道路。就算不是上下课时间，人车争道的状况也是真严重。当然是较好啦，安怎讲？因为学生啊，安全啦。安全。无我头早徛伫遮就有啊，你无？袂得过啊。因为学校伫遮吼，哎呐，学校伫遮是有影，哎，相当好啦。好啦。为了顾及学生上下课安全，彰化环境局是决定要将巷仔边大直派出所的围墙拆掉，将原本只有4米宽的道路拓宽成6米。我们大直国小学童啊，上下学的安全，因为进出的巷道只有4公尺宽，那我们派出所刚好在道路边，我们把派出所的围墙啊拆除啊，腾出2公尺宽，变为6公尺。让学童进出校园更宽敞、更安全、更舒适。环境局指出，大直国小将要伫明年3月举办100周年校庆，拆大直派出所围墙拓宽道路工程，卖赶伫大直国小100年校庆进程来完成。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政治消息。国民党106年党主席甲20全党代表选举将伫咧5月20日投票。中华关东部嘛来举办政见说明会，除了党主席候选人派代表人来中华讲出理念以外，竞选中华关党代表的候选人嘛把机会发表政见，争取党员同志的支持。国民党中华关东部的礼堂坐满党员同志，因拢是来听政见发表。定位5月20日就要投票，六位党主席的候选人嘛派人来中华传达参选政见。除了选党主席代表人来发表政见以外，这场政见发表会上重要是要让参选中华关东代表的候选人来传达理念。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所有参选人都能够在非常的以一个办喜事的心情来参选这次的党代表的选举哦。那这次党主席的选举有6位，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中央有办理了6场次哦，针对大概北北基、中彰投哦，以及桃竹苗哦，这个南投这个南部哦，总共办理了6场的联合的这个政见发表会，针对党主席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办理这一场的话，主要是以我们彰化县的党代表以及党主席为主，但是环东部指出，这次党主席的选战竞争相当激烈，相对的彰化县的党代表选举就较平和，应选66席的党代表只有68人登记。有党员表示，因为党代表根本就无什么权利义务，所以才无什么人要选。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
这个礼拜日是母亲节，保阳乡保阳国中就趁着母亲节的节庆，举办有爱讲出来活动。学生哦是甲对妈妈的爱甲感谢写伫咧卡片，打伫咧校长室头前的公布栏。其中一位自出世就被诊断为多重障碍学生，是用伊的四支手指头啊提笔，用文字来感谢院长甲家长会长柯文平的照顾，嘛吼这位主席妈妈哦是感觉真大心。校长室外面的公布栏，大部分保阳国中学生对妈妈的感恩加爱。小朋友把心里的话告诉妈妈，那我们也特别做这个看板呢，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感受到母亲的一个照顾。那另外，我们二年一班徐凯如同学，他非常的特别，那从小都是由姨丈跟阿姨照顾长大。那也非常的感念我们许文平主席会长，也是主席妈妈对凯如的一个照顾，特别利用这次的时间呢，能够把他亲手写的一些的话语，然后告诉许文平主席妈妈，在这个特别的母亲节，表达感谢的意思。一句感谢加卡片，和保阳国中家长会长，也是代表会主席的柯文平，真感动，讲出母亲节快乐的那一刻，目屎是一直流落来。阿姨平常受你的帮助很多，你为人很风趣，又关心我的事。母亲节快到了，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凯如亲上。原来这名在读国中二年的凯如，自出世就因为小耳症、唇裂症、手指残缺等症状，予亲生爸爸妈妈要送去孤儿院。伊丈不忍心抱转来请用，不过最近发现得着癌症，就惊以后无法度阁继续照顾凯如。我心，因为这个孩子很苦，他生出来就是龙凤胎有残缺，然后他是他的姨丈跟阿姨来照顾的，但是一些社会上的补助他都没有办法去领取，他很多的身心障碍，我们有十只手指头，他只有八只，然后很不幸，我接到他的案件的时候是在去年，然后因姨丈吼的检验出癌症末期，所以未来这个囡仔要安怎，唔知影。因为身份关系，凯如无法度请领任何的补助。好佳哉有爱心主席妈妈甲善心团体斗相共，如今看到囡仔的表情，就是希望爱互因知影，也是有人伫咧疼惜伊的。唔通因为身体有缺陷无信心，嘛爱努力读册，迎向正面的人生。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保阳乡小小艺术家画会精选活动哦，连续举办14年，今年共吸引299位学生参加，嘛成为地方上定期的美术活动。彰化就业服务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让我们来看看本周职缺有哪些。我的妈妈拢同款，一年365天，为着厝内事事辛苦付出。感恩妈妈，咱爱将心意讲出来。我是彰化市市长柯建富，向咱伟大的妈妈致，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台湾唯一机关库大门伫咧彰美路，促进观光来散步，彰化趣味好前途。幸福彰化，相信赖安彰，相信赖安赞。阿公，我喜欢这里，我不要转学。阿公嘛，足希望你当家，忙转去台北读册啊。安尼阿公啊，一个人足孤单呢。啊，不过恁爸爸妈妈是要去台北吃头路啊，这嘛是足无奈的代志啊。老师，玉玲才不想去台北呢。对啊，对啊，他要跟我们一起把话完成了。请上 YouTube 频道搜寻岛屿的光影。
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欢迎到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四月十七。根据同事记载，明仔在位公在正北方，何时是下晡的一点到三点，适合这个交易甲立体。另外，有啥物代志需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讲到结婚，爱准备的礼品真多，彰化县政府就真大心，特别透过彰化县幸福产业发展的计划，结合十三间在地优质好礼，亲像有这个喜事往来喜饼、手工春啊花、报喜米香等等，延续传统六礼祝福的意思，组成哦幸福彰化新六礼。除了成功带动彰化幸福产业发展，嘛，让所有来彰化县办喜事的新人，打造一个婚礼特殊的浪漫回忆。捧着彰化特色产品，包括米香、饼干等结婚立礼进场。也有结婚的新人嘛，穿着礼服来接受众人的祝福。透过彰化县幸福产业发展计划推广，结合县内十三间在地厂商推出优质好礼组合的新六礼，成功带动彰化幸福产业发展。除了新六礼，也阁进一步推广彰化特色的婚纱加婚摄景点。去年我们推出了新六仪啊，受到很大的这个回响。那今年我们再度啊，结合县内啊优良的产业跟婚纱业者，共同来举办新六仪这个推广活动。那除了这个六里的优良产品以外啊，结合婚纱在彰化县境内优良的景点呢、啊，做婚纱旅拍啊，我们希望新人能够到王宫采歌车啊，我们善行车库啊，我爱你九九的高铁车站啊，还有县西的蛤蜊冰饮等等啊，把彰化县美丽的景点呢、啊、带到你这个。结婚的这个记忆里面，为了欢迎新人来彰化办喜事，县府特别结合彰化三间婚纱业者，提供每一间业者前十名预约婚纱摄影的新人，赠送县府精心准备的幸福贺礼新六礼，替所有来幸福彰化办喜事的新人打造独特的婚礼庆祝的回忆。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保险乡公所为着要让艺术文化自小学就来打在基础，连续十四年举办保险乡小小艺术家绘画作品展展活动，借由作品的精选，激发小朋友画图的创作能力。一百零六年度总共是来吸引到299个人来参加，选出其中52件作品进行展览，邀请介意艺文的民众前来欣赏。保阳乡立图书馆利用三楼电影文化馆设立艺文走廊，让民众有一个会当发表作品的平台。上新一栋的是来展出106年保阳乡小小艺术家的创作作品。盐乡立图书馆三楼地方文化馆正在展出的是我们今年度的小埔盐乡小小艺术家联展的作品。那我们今年增建一共有299件，我们的主题有元宵。资源回收爱地球，还有我的暑假。那299件当中，我们选出了52件的优等，以及20件的佳作。那目前现在展出的是52件的优等的作品。这顶小小艺术家，每一个人的想法拢无同款，同款的主题有无同款的色彩，甲意境的表达方式。民众来参观，一定有无同款的收获。展期按即马开始到6月4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
秀水乡民政国小童军团分别伫咧乡内四个超商甲超市门口募集发票，所募来的发票卖专属捐予华山基金会秀水站，帮助独居老人甲弱势民众。关怀独居老人甲弱势民众，无分大人囡仔，民政国小小小童子军是抱着箱仔来到街仔路募集发票。平镇国小校长罗坤宏讲，学生囡仔利用休困假日做爱心行善，嘛来学习付出的精神。海报的设计，还有这个木发票箱的设计，都是小朋友亲自动手做的。那我们在整个这个规划的过程里面，我们总共规划四个点。我们在秀水乡有三个统一超商，还有一家全联，我们分成中黑灰蓝四个组。那这四个组在我们的团长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员的带领之下，让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到我们的店面，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来跟我们的所有的民众募发票。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到我们民政幼童军对社区服务、对日行一善有这么好的一个想法跟动作。董二嘛希望自己的爱心行动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加多团体做伙来加入，帮助更加多需要帮助的民众。大中华新闻。林君秀水采访报道。我林一间拉面店头家除了坚持用上届新鲜的食材以外，连这个连汤头的食材嘛特别无同款，秀川一个带乡亲来去了解。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我是要当演员。小 S、徐熙娣、蔡康永，黄金组合再出击。痴痴的爱，他不过就是个谐星，你说呢？5月27日全台上映，台播大宽屏 Super MOD 送你免费电影随选随看，遥控器按下 SMOD 就有免费看片金，周周强片随选随看，你家就是电影院，强档电影周周看强片，全区试用看片金。Help me get one more。脸书搜寻大彰化新闻粉丝团，按赞分享，再送您台播影城电影票。更多好康资讯，请洽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乡亲啊，好康的报你知，咱身边的数位有线电视有免费音乐台送给您听，只要厝内有装机上盒，只到950台到30台免费的音乐台，让你听个笑开开。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中华风客文学奖是每年文学界上届重要的活动，不只是关内喜爱文学人士会来参加，甚至是吸引真侪外县市的文界人士嘛来参加这个比赛哦。今年哦，讲已经进入第19年，除了新诗、散文、小说加报道文学以外，再来增加微小说以及电视、电影的剧本。中华关红客文学奖今年开始收件了。今年红客文学奖进入第19年，每年都吸引真侪喜欢文学的人士报名参加。关内文学界人士嘛，拢特别推荐，希望少年一代民众拢会当踊跃来参加。真侪关系的作家作品集，拢有咧无咧出版啊，吼！但是中华关拢无登记，啊，伊个中华的。因为讲，咱人才真济，啊，佮吸引彰化县以外的作家来参加，所以虽然是
中华的文学奖，其实嘛，天后公司全国的文学奖。以前的红客文学奖以散文、新诗、小说，也有报道文学为主。今年增加微小说以及电视、电影剧本。喜欢写剧本的民众，今年也有机会参加红客文学奖的比赛。王新天奖创办了已经十八年，今天要迈入第十九年。最基本的用心跟用意，就是深耕本土。放眼世界，我想这个也正是我们台湾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红客文学奖已经开始报名，报名时间到六月底截止，全部加起来就118班。主办单位欢迎介意文学的人士，大家拢会当踊跃报名。多中华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到拉面店竞争愈来愈激烈，加上传统日本拉面拢是用豚骨作为汤头，伫咧园林区，就业者是特别改用大骨蔬菜水果落去炼汤底，真清甜的汤头哦，在热天食起来特别清爽个养生。各种口味的拉面看起来真好吃，芳醇的汤头搭配骨溜的面条，还有丰富的用料，和不少消费者是一家的新主顾。之前有来吃过了，所以觉得好吃就带了朋友来吃。啊，这次又尝试不同口味。对，这次吃了比较辣一点的拉面，因为之前是吃那个豚骨的，这次吃辣味的就比较好吃。对哦，它这个鸡肉吃起来有一点像那种烧酒精那种香味，然后它的汤呢也很浓郁。跟外面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业者表示，因所行不是传统日本式重口味重咸，店内拉面是较清淡健康的路线，希望让消费者吃了健康又养生，尤其介绍优惠食材，希望成为消费者自餐自回的好场所。人气拉面，这是纯鸡拉面，它口感的话是浓醇香，而且不油腻哦。我们家的话都是采用张汁鸡张炒蛋。除了好吃的美食以外，业者也很大心成立妈妈哺乳室，让带孩子进来店内妈妈不怕无所在饲奶。业者也表示，各种口味的拉面和人气小菜，保证要让消费者品尝到因拉面特殊的风味，还有高级餐厅用餐的气氛。多中华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173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3.1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椰菜上价35，中价27.8元，下价20.5元。金瓜上价20元，中价16元，下价14元。韭菜上价36元，中价25元，下价14.9元。冰岛上价64元，中价53.4元，下价42.8元。韭菜花上价44.5元，中价40.8元，下价39.7元。高丽菜上价10.4元，中价6元，下价5元。包心饼上价14.7元，中价10.4元，下价8.6元。葱头上价25.2元，中价21.2元，下价20元。菜头上价10元，中价7.3元，下价7元。葱啊上价16元，到中价13.6元，下价12元。白莲啊上价42.8元，中价23.2元，下价9元。卡玛豆上价29.7元，中价20.7元，下价11.5元。好天气可能至到拜五，根据气象局表示，第一道的风面将伫咧拜五深夜到拜六的透早来报道。受到这波风面的影响，各地区拢会来落雨，而且容易有较大雨势出现。气温方面哦，各地区气温拢偏高哦，一直到这后礼拜二，台北季风增强，气温才会小快来降温。
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廖鼎飞，大中华新闻专题，在地上水，请在地人带路，走入咱的日常生活，讲出咱的上水故事，请准时收看。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我是要当演员。小 S 徐熙娣、蔡康永，黄金组合再出击，痴痴的爱，他不过只是个谐星，你说呢？5月27日全台上映。凯擘大宽屏，300Mbps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乡亲啊，可看的报你知，咱身边的所谓有线电视有免费音乐台送给您听，只要厝内有装机上盒，只要950台，就有30台免费的音乐台，给您听个笑开开。有了 Super MOD， 我家就是电影院，院线强档，周周抢先看，简单按一下，万部高清影片任您选。现在申办光纤上网 Super MOD， 让您免费看哦！详情请洽0809-009-658。看球赛干嘛这么累？有了超级录影机，全部可以预约录，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轻松看老婆爱看的戏剧，也可整套录哦。有了超级录影机，精彩节目不错过。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